就是种白啊，即马再来就翻翻迄款，即马佫发起来就变绿绿如笋。嗯，啊，即马咱就是爱上，种来较养长的，伊就较好生。咱即马咧芦笋就是安尼，啊，咱切到遮，啊，你佫伤长出来就种不好。哦，迄就是咱的纤维是吗？纤维啦，啊，迄款种看相。哦，啊，无你遮规支去，到遮的去遮较寡。拍夹哦，阿伯留下只较水，好啊，嗯，较漂亮。哦，啊，你讲啊，那都搁较愈砍去，伊就愈悬啊，伊就愈长愈长，就唔免换长。伊这笋长较粗，笋长较粗，伊这叶头较大个，嘿，啊，起个笋啊就较粗。啊，你若迄款种笋啊长少，伊个叶头少，就少。长了较水的就有芦笋，啊，那样无长就无芦笋。你看这长用，你若乌身用，伊咧发的较正常，就会发。啊，你若咱细一支啊，就无啥发。迄个下底叶头就无啥有。阮四个迄阵就讲较无污染啦。阮四个，你若像恁少年啊，即卖若讲要投入吼。就爱看你的市场，你生产啊，你就有当生产啊，你就爱这销路问题。嗯，咱台湾的销路问题，很大关系。将来过来就是在开会，哈、哦，从少年的时阵将来开会，这都是伊的回报。嗯，伊即马在那咧发这苗啊，咧发这苗啊，伊就开会咯，嘿。啊，开花来，伊那画会结籽啊，画袂画青。粗细差好多，这个好粗哦。那个价钱不一样。大致大约直径1.5公分，是吧？啊，第二级就是一线，啊，第三级就是这种比较小的这种。那个几公分我就对。